吸引更多的年轻的消费者。这老师不错，不仅仅是调味剂啊。生花生泡一周，黄豆20天的时间。我们虽然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，但是我们从开园到现在呢，秉持就是免费对外开放，免费给大家提供讲解服务。这个呢，我们是为了使更多的、更广大的游客都能够来到咱们山西，进入簇园，来真正的了解咱们山西老陈醋的历史文化。我其实之前就是知道山西的醋是非常特别特别有名的，但我可能不知道它制作的流程，有包括一开始挑选的一些食材，然后去把它做精心的一些磨制啊，然后最后要酿很多很多年。以前就只知道吃这个醋是味道不错挺好，但是没想到它的这个工序这么多道，也太不容易了，真的确实是好吃，